完了！你回来！直接躲进去，回家。哎、欸，那个角度刚刚好哦，算一下哦。嗯，这个角度。哎呦，太低了。高一点。小跳。找到。哇，找到！真的要爆了。真的烂掉，他螺旋桨坏了，然后该爆了吧？该爆了。啊，第一排五。应该已经爆了吧？直升机坏掉了，所以是残骸了。还不炸一下？哦。哇，他好麻烦哦。应用，我觉得200滴血有点多。打回去。我150左右吧。对啊，150。没有风。恶作剧无人机到底是什么？用啊，可以玩看啊。就是穿上盔甲架有没有？这是什么？我去哪？哇塞，差一点，核爆是什么东西？4、3。炸弹吗？爆炸吗？要爆炸了！哦，我要启动它哦！哦，再一次！怎么启动啊？你要怎么启动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再一次发射之类的。再一次，再按一次吧。真是变手榴弹了。Rene， 你丢哪里？下水！哦，你干嘛在喷火？好奇怪哦。在想要的地方爆炸。因为你要看风向。我刚刚感觉你好像丢往左边丢了一下，左边反弹。我往右边丢。哦，你这是滑鼠了吧？嗯，这是最重导弹哎。哦，哇塞！你不用那个，你不用那个抢你直升机的。不是，在你头上的那个绿绿的一块保护色。哇哦！伤害应该不，哇塞，哇，蛮痛的，哦，他又到我了，所以应该脱离这个车子了吧？这是百战天虫，你卡住了，车子出不去，你要挖，没有，那边还有路，对，我开了，不要再挖了，还一挖就停不下来，到底干嘛？那台就是杰克的车嘛。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了。可是你旁边有个洞啊，怀疑自己的精髓。我要下去，你会死哦，会死，会受伤，会受伤。哎，会受伤。嗯，哎，那边下来就没了，因为你受伤了吧？哦。哎，你有没有梦想？什么梦想？你说这个吗？对，可是你现在是顺风哦。嗯，能轻轻打。他没有轻重，他只能直接发射。哦，那你不要梦想好了，不要梦想了。太不行，太高了。对，他会打到天花板。不行，你还不如打直的，然后把它打穿。射在墙上跟天花板上，我的天！天哪！天哪！射在天花板啊！杰克了，我来玩其他武器了，还有什么啊？神圣手榴弹是捡到东西才会更新，还是本身自己身上就有？你要 shift 本身就有一些东西，有一些东西，嗯 ，shift 本身就有好，反正 enter 是跳，我记得了，我要把它拔掉。那你还有那个 base 也要拔掉，它也是跳。对，base 一个是我们前排，哦 ，delete 那个吗？对，delete 那个。好。拔掉！哇！这个记仇锁定啊！啊，你不是按锁定了吗？你锁好了、啊，你刚不是在锁定哦？你锁好了、欸，再按一次发射。你总不下去一点，可以炸到三个人呢、欸？好，往上，往上一点吧，不然会直接炸到地板。哦，来了！哇！躲起来了，我躲起来了。36滴，躲好了，我看起来好开心哦、喔，为什么？我要玩这个，这是什么？你要出去再玩啊？这是回血吗？这样？我不知道。那杰瑞，你借我炸一下，你唯一有坐骑的啊？感觉应该是会超大一个的洞。
什么东西？哦哦，好怀念啊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原来是这个。那听音声音太好笑了吧？枪弹回来，火力支援大补。请问一下，我这个，看一下，你要不要先？你那个洞很危险哦。我先离开。嗯，你要回去吗？我先离。啊！哎、欸，你直接下去了。你比我还蠢哎、欸！你比我还要蠢哎、欸！我好开心哦、喔！好惨啊！好生气啊！那我该干什么嘞？我好像不管按什么，我来看看我什么道具可以玩。哎呦！我要再看看有没有什么玩的。美味重吻。哎、欸，我也有这个可以玩哎、欸。每个人都有不是吗？每个人都有，你确定要打这边吗？打得到吗？很难打哦，倒啊！你完了，那你要直接往左边，然后往右边飞。哈哈哈哈哈！他自己炸掉了，有人自爆了，你没有把他丢出去啦？啊、你要把他丢出去，那个力道还是要那个。哦、我以为他直接按自己跑出去。没有。你后面啊，你后面那一只啦。他过得太安逸了啦。也比较多啦。你后面那一只啦。好啦，下一个啦，下一个啦。跟两边都打一下这样子。好了。啊！快死了。哦，你们血。太高了吧。什么？我想玩他这美味重吻是什么？耶、yeah, ！再来一发！你看，好叫你打陨月，就他打你。看，这渔翁得利的人。耶、yeah! 啊！还没爆啊！52D，快死了！快了！还不打曹操？曹操就要赢了！走，我慢慢爬过去。嘿咻，爬，这什么？这是什么补给包啊？好吗？哦，你安全。好像是一些道具耶、欸。嗯，它里面会有一些小道具。嗯，然后其他那个箱子就是武器这样。我看一下这是什么。那蓝色里面好像有一些是可以建桥还是干嘛？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好像钩锁哎！我全场在自杀哎、欸！为什么啦？自杀好耶！都没有是杀死人的哎、欸！对啊，没有被人杀死都是自杀的。我下车了哦！下车了，去捡东西啊！下车了。因为那个虫子也是会爆炸的，我现在知道了。会爆。哦，好多东西哦，是能干嘛？好像是钩锁。我觉得这东西需要一个上面的注解，说这个都是什么玩的。至少、啊、要介绍一下。他在就是要我们先体验，全部自己先试一遍再说。他会觉得、啊、真的，这游戏还有新手哦。好痛啊！哎呦，你差不多了，你们两个血差不多。他也快死了、啊。你们两个会不会自杀呢？杰克，我是你，我就自杀了啦。嗯，他不可能呐、啊。杰克不会，杰克只会杀自己人。杰克不是这样的。对。他不会自杀，爱惜生命。好，他掉水了，掉水了。不会的，他想要 hold you can， 对不对？他受伤了，他受伤了。对啊，敲头。好痛啊！他被打还痛，他浪费一回合了。你有没有追踪的？你有没有追踪的？来啊，你打！你逆风哎、欸，你会自杀、啊？我抵过啊！你会自杀、啊？你可比墙壁啊！啊，碎啦！蛋！
对，你要丢回头一点，丢好，哎呀，丢好，哟，好帅哦！有吗？有吗？有哇！杀死的，杰克是不是自杀比较好？真的是，没关系，我最好，我最猛。直接开场，开场，第一回合跳下去。请看一下我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死亡我什么都没有。哎、欸，我伤害也很高啊。你是因为那台那个机器吧？你对啊。应该看承受伤害，结论应该也蛮高的。那我也很高。啊，画一场，画个地形，画个地形。啊，你不是说血量要调少一点？对，可以调，可以调，调一百五，直接继续就好了。啾啾啾！不会啦 ，Enter 跟删除键已经拔掉了。他说我们要跳我的移动城堡。这个吧。哎、欸，这个好。哦，这个就没有滞空的问题了。嗯，哎、欸，它队伍自动分了、欸。欸、那来啊，那就来啊！哎、欸，我是可以改的、啊。哦，好啊。你们要这样，你们这样分吗？我想说他分好，我就完了。可以啊，那就这样子啊。嗯。蓝队的小心哦，有杰克哦。我会炸自己人、哦。红队小心有我、哦。我觉得我还是看到人都炸。一个会杀队友，一个会扫队友。秒哈。啊？什么？哦，我没按到啊，不好意思啊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怎么移动不到他？按到，感觉这最多就是六个人一起玩哦。看他那个牌好像是就六个人了哦。他不是应该可以二四个吗？对啊，一人控制四只哎。哎呦，完了完了。我怎么在那么旁边呢、啊？真的、啊，这个哇，中间的他是不是叫我跳海呀、啊？我怎么在我旁边呢、啊？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在最左边啊！我先躲起来，你塞不进去啦！我要去躲起来。有直升机耶、欸！我要怎么按？有直升机你不去开哦？他中间写面条，彩逆。我不能直接回合结束了、哦。难怪那地形叫东方。不行。它音乐很东方。嗯。现在就可以看东西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看你自己的。shift 吗？哦 ，shift 呢？哈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冒出一个洞来是不是？ Yes. 哦，你那是什么？造桥大师。建桥。把自己关起来。哇！耶！众人。我躲好了。哦，还降太慢了吧？Yes sir. Yes sir. 换发型。换发型。然后嘞，你说啊这样子吗？嗯，空白键是发射。然后可以长按是那个力道。咻！哦，往回飞了。往回飞了，飞到后面去了。飞到海里去。鱼雷。我。这应该是杰克吧？哇！你直接把车停在旁边啊！哇，坦克车就在旁边、欸。哇，那个，哎、嗯，那个小雨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找不到你啊，除非他太高了，他想要打你。哎、欸，他想要打女生。挡住，他被机枪挡住了。他想要 hold you can， 他叫我过去。他想要 hold 你。他想要打你。他想要打你。要被推下去了。你看这个人。好快、哦！好，我可以去厕所了。我要放全场包了。他这里是不是又有中间有洞可以进去啊？
哦，你该不会？哇哇哇！他去他去尿尿了，看不到了。哦，我下去了。那是换你了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该我了？我跳过来了，应该还好。哇，真的，这位置好像有点难 hold you can。不过好像也有机会啦。嗯，那就来试试。你 hold 失败就换你被 hold 下去了。真的？杰克是不是没声音啊？对啊，杰克你怎么了？哦，原来我关麦哦。我想说你怎么被打下去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哦，完了，跳不上去，跳不上去，完了，有炸，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完了完了，你要换武器，换武器哦。他准备好了，下去了吗？下去了吗？太远了吧！该我了，该我了，该我。没有啦，我飞不过去啊。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哎、欸，不会啊，这场结束了、啊。若隐约出，哎、欸，你怎么？我怎么按？还没轮到，还没轮到。怎么这场进度这么快？刚刚就是那个杰瑞飞到那个杰克那边，把杰克走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移动？我要怎么左右动 ？WSD 啊 ，WSD 飞起来要的。按着空白。小雨，你刚刚那个模式，我们连三个人连续使用这样子。哦，我想说我去了厕所回来，怎么剩三个人在场上啊？那、啊、怎么取消掉？空白。就直接飞到那个位置揍下去啊！好流线游戏。哎呦！等下，我们是哎、欸、同队的吗？这、哦、是哪一个？两段飞行呢、欸？啊！哦！不要飞走啊！飞不久了。哇，这样子我要出去才行呢、欸。真的哎、欸，嗯，要走出去，要走出去，可以，这样就出来了，这样就出来了，哦，可以，哇，对哦，可是时间到了，下一回合，要下一回合，要下一回合，下一回合了，他是骂脏话 ，yes， 没有啊，哇，什么流氓？你要移动吗？哇，按到空，按到发射键了。什么？我要过牌了。按到攻击键，他就直接算你已经那个了。哦。嗯、哇，载具。哇哇，这还是什么？就机器人，机器人。不是，他怎么一直自动帮我打开包包啊？我刚刚就是因为卡在这个啊。你按到 shift 吗？你最好是这一回合让我死哦。哎呦，可以。你也太硬了吧！没有，还没出来。他只按一下，可是飞机看起来坏了。你看，我哪里硬？我哪里硬？飞机快爆了！繁星下飞机，下飞机。等下，飞机走啦！等下，我要怎么下？我要怎么下？我现在画面就是你上飞机的哦，对，好，跳过去 ，hold you can 他。这一场全部人都是 hold 完的。你可以先上车再下车看看。对，你往前，空白键跳两下，啊，不是那个 enter 跳两下。等下啦。你按照输入法吧，很容易卡到输入法。我刚把 Enter 拔回来啦。哦，你是真的拔掉了。先上车吧，先上车，再下车。啊，下车。哦，下车，然后往前。后六天，哇，完了，上不去了。可以。有可以。有炮塔。挡住了，炮塔。可以，我要对我朋友报仇！下去了吗？要下去了吗？哎、欸，怎么攻击？怎么攻击？时间不够。空白键呢、啊？不行啦！完了！好牛看的！我打不出来啊！没关系，下回还是时间太短了。可能五秒之后就不能那个。鱼靠你了。走喽！哎呦，好远呐！咻！要出神，好痛哦！哇！反应打完，让他知道记得晚上回，赶快上车这样子。哎呦，医疗包，有新武器应该是有给了，他看起来是有两个通知。
变换反星。对，因为是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往回走一点。因为是真动，不是我不能动。啊？那个虚浮的看一下。你输入法有没有卡到？你输入法有没有？不是，我现在已经 hold you can 了。没有，可以啊，还是可以左右走，你还是可以。你还可以 W， 你可以 AD。对。你要跳过他吧？不是啦，很难控啊。很难控。对啊，就是那个啊，那个键盘不好。哇！快跑啊！快跑啊！啊，不行，上不了。没关系，这边可以，这边不会。啊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。好忙啊！底下应该聚集了很多石头。超惨的。喵哈听到死神的召唤。嗯。啊！打这游戏真的好忙哦，因为魔物已经够难玩了哎。我走了，他走了。那个车，那个飞机快爆了。对，快爆了。你要不要换右边那一台啊？他要回去那个了，他想躲进去是不是？然后他要飞远离你。可是这边会不会被后留给你一边啊？哎、欸，可是你可以用飞弹。他有时间了、啊，他有时间。不会啦，后路开很远呢、欸。这里不能用导弹、欸。这关没有哦。这关没有。好吧。那我觉得你需要赶快跑，不然被后路开就完了。没事。他要回去把自己塞起来。拖多久啦？这里不会被后路开下去。啊、哦。救我！你可以用那个背包啊，背包。繁星司机上车中。哦，有，哦有，我会哦。哎、欸，那火箭炮就不能？就输入法是不是？嗯，应该是啊。输入法怎么？不是啊，因为你只要一按那个虚浮，它就会切到。还是你 Ctrl 空白按到，就是会。哦。Ctrl 空白吧。哦。应该是 Ctrl 空白。什么？好，这样就不会了。可怕、啊！嘿，上去，上不去，上去，有了。这游戏超忙的。哦、开飞机过去了是不是？我来了。这游戏操控超难的。等一下，过头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！要去哪里啊？我赢了，我是快赢了啊！视野，看不到东西。好哈，我操！来，嗯。哎、欸，你坐到飞机就爆掉。哇，很有梦想哎、欸！哎呦，我是有梦想的虫子。梦想的虫子。你被坦克拦到了。去哪里？还想走啊？去哪里？哎、欸，你可以走远一点丢他炸弹、欸。走远一点，咱们丢一个地雷啊！对啊。为什么啦？他打中就没那个。为什么啦？打中你可以一直挖他哎、欸！你抓我下坐上去，然后狂挖他。来换人喽！换人喽！干嘛？两滴啦！他血比较多啦，他没办法，不能玩了。他应该是那个啊，他应该是因为太低了，他的判定。折戟轮子已经卡住了，打了不能飞走。换人喽！换人喽！你要不要先跳上去，然后再那个？等一下、哦，被卡住了，应该是。哎呀，我想一起死了！要不要一起试试啊？来啊！
哇！没事没事，我还活着。飞机还没爆哎！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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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爆了爆了爆！我再扣三滴。十滴！哈利路亚！我要回去你家喽！我要回去你家喽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橙色背包来了！哦，这里可以 hold 溜吗？到我的天，摔到啦、欸！我要去 hold 溜，带 hold 溜，去 hold 溜 kid 啦，快去！这里 hold 溜 kid 没事，这里 hold 溜 kid 没事。我不管，没关系，把他打走，把他打走。他有梦想，我不管。炸的，哦，他有梦想。地雷！哦！这个combo，好痛！哇！赢了！太痛了！太痛了！太夸张了！combo 太强了吧！谢谢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好猛哦！我觉得这场还蛮好笑。好笑！猛了！各找好流给了声，然后小雨厕所回来，发生什么事？突然间，怎么是三个人？超傻眼的。你那个位置很危险啊！这一抽溜不下去了。什么、啊？好，准备完毕。这里就不会有掉下去的问题了。再开直升机啊！开起来！反正我开场先丢给哈雷路亚。哎呦，有人在车子旁边哦。哎呦，是我哎、欸。哈你妈！这我就说哈你现在骂脏话。怎么有一个红色在上面啊？等一下，你们在哪里呀、啊？我们在头上啊！等一下，上下是没有那个的，没有空间。可以炸开啊！就是炸开啊！就是炸开、啊！就再把它炸开！救我！你没有烧，你被 Jerry 被包围耶！对啊，被包围，蓝队全部在上面。怎么？哦，前面有地雷，小心！我懂意思了。这样嘛，对啊，可以把它炸开。对对对。哎呀！哇，推小豆啊！杰瑞，我在努力啦，杰瑞。努力活下来，杰瑞加油！努力活下来。我比较高的地方啊。杰瑞尔，杰瑞尔，杰瑞尔！哦，放过那只虫子。好强！放开那只虫。哎呦，六十耶！哎呀，快点，哈利路亚！快点挖一个地洞！想，我想想看。哎，你自己丢一颗哈利路亚，然后对啊，直接丢哈利路亚炸洞了。我是你就往右边丢哈利路亚嘞。绵羊到底是干嘛的、啊？替身攻击。绵羊是可以那个啦，它是一个炸弹。干什么干什么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哪？哎呦，好危险哦！好恐怖、啊！好残忍哦！感觉是那个小游戏的茄子那种。嗯，你要吃了哎、欸。你这个位置，可要怎么玩杰瑞呢？有人飞过去了，有人要揍你了。嗨，不要哭，不要打到油桶哦，不要打到油桶哦。一起，我觉得会打到油桶哎、欸，我也觉得会打到油桶。那就打打看吧。哦，你可以打，你等下就可以打油桶了，可以炸他了。
你咋打有？可是不行，来不及。不会啊，喵哈不会来打你啊。还好啦，还好。顶多喵哈再过来打你的话，哎、欸，你想想看，喵哈过来打你的话，一次打两只哎。看一下。可是哈雷路亚，我们哈雷路亚不能往上丢啊，会掉下来。对啊，它会粘弹之类的吗？它会锵锵锵锵锵。快点！我、哦、这个这很素实景啊！好厉害！我本想要去帮你炸一下。好厉害！好厉害！好厉害！出来！哦，出来了！出来了！哇！我要没那个了吗？可以啦，二十秒。啊，不行了！救命！你在跳跑酷哦？不是啊，很难那个、欸。比如说，绵羊可以把人推在一起炸、欸。哦哦，推在一起炸，就是他可以推人的样子，往前推推推推。啊！队友，队友，这一场我不能 carry 啊，队友。就整个自爆哎、欸！哈利路亚！救命啊！啊，现在走快一点！我要不要过去啊？哦、我可以飞哦！可以可以飞，可是有吗？感觉只是有有有有哇！这台太猛了吧！还不错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们要是我觉得杰会抢金牌哎、欸。哎、啊，你都过来了，你就打、啊。对自己使用。哇！哦，被弹走，被弹走了，被弹走了。完了，等等，左边有一个东西飘过来。哎、欸，没事，没事。这场那个按钮被竟然还有、啊、没有吧？因为会杀了他吧？对、啊，我应该会先动吧。对啊。很会。哎、欸，但如果是……喂、欸！哎、啊！哇！队友，不是我要改按键，我就是空白键按到跳了，我要改按键呐、啊。跳耶！杰伦的屁股，痛啊！按下空白。啊、嗯。啊，对，我刚刚飞是那个跳按着不放。哦，按着不放。对，按着不放就可以了。那死掉它也会爆炸，炸一个小洞、欸。对，嗯，所以不能靠太近。就死掉会掉一颗手榴弹。嗯，又有戏体验。呜哎、欸，我画面是卡住了，卡住了、欸，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，还转转转。杰瑞的死影响这么大，连系统都在为他哀悼。这个游戏杰瑞没有戏体验，默哀。杰瑞，你刚刚瞬间放了什么病毒过来？直接攻击就可以。马上 PDOS。现在游戏掉了，他掉啊，回头。他左下角，但是还在自己在转圈，然后风向也有。真的耶！杰瑞的死让系统这个宕掉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哦，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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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刚开始动了。啊，可以可以动。有了有了。武器的一些武器。好啊。所以我们要开始想办法炸一个洞。对。感觉左边那边比较薄一点。啥、啊？我拿到好多东西哦、啊，像珍珠奶茶的东西。啊？珍珠奶茶？啊？珍珠奶茶？交替开火是什么意思啊？经典末了、啊，我没有那种他开始。我也不知道、啊。交替开火。回车键又是什么？哦。回车键就是那个 Enter。跳跃。欸、这样到底什么时候才炸的船呢、啊？要不要去左边炸？左边比较薄一点。炸那个吧，刚刚杰瑞出生的那个位置。杰瑞出生的位置现在有一个炸弹，搞不好可以引爆它。但那里是最薄的啊！哎、欸，你后头可以把那个火筒弄爆看看。不要，有距离在哪？你要不要去射射看那个啊？就是杰瑞一开始 的那个位置有一个炸弹，可以把那个地方炸掉。你丢个哈雷路亚就好了、啊。对啊，你也丢哈雷路亚。嗯，丢那个位置应该可以。我想丢这边呢、欸。看你啊。你就丢啊！你要先选对武器啊。啊。这不是哈雷路亚。
哦，可以做武器。哦。啊！啊！丢掉了！我被甩了！啊！二十八滴，为什么我损比较多？哦，那个我刚拿到很像珍珠奶茶，那个是做武器的。哦，材料就对了。对，材料，你可以再做更强的武器。嗯？输入法，输入法。哎、欸，你们真的要炸这边吗？这边很厚哎、欸。不是啦，我输入法啦。啊。杰瑞死掉跟出生的地方都比较薄。嗯。哇！哦。自然的空白键。输入法，我在调输入法，没办法、啊。我觉得这游戏真的不适合键盘。真的不能用键盘玩，我没办法用操作，我没办法用摇杆啊。嗯，我试试看。啊，我卡住了，我再试。你卡住了？真的卡住了？啊，你真的卡住了？你好嗨哦！跳什么？跳什么舞吗？哇！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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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炸开了！那机械在冒烟了。对，机械表示寿命终了。我觉得洞还没开，你们就快死了。对啊，根本就不知道我现在要干嘛。炸杰瑞死掉的那个地方，要保活。喂，等一下，不对啊，我为什么要帮你们把它炸开？你应该挖地瓜的，让他们跳下来，可以直接摔死。会，跳不上去了啊！我 Holy UK 好奇怪。有啊，你正于忙于制作，想做什么啊？百万吨重拳，卡住了，小小卡住了，又是这个位置。你为什么这次没哇哇？怎么了？你以后再也不会被卡住了。我一边飞，然后一边按到那个炸弹。还可以空投。哦，好像是可以。哇，空手边飞然后边那个。可是我觉得那是要有一定的技术。很难呢、欸，就像我一样。我已经帮你们测试了。好的。啊、有点高，哎呦。你可以丢一个哈利路亚到那个、啊。摔到了。但杰克位置，你丢下去就炸开了。就开了。然后杰克就死了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啊！怎么又换我了啦？我还没准备好。你知道的啊？怎么又是输入法啦？哦，算了，我用右边的键盘按。嗯。我干嘛？原地起跳。啊、对呀。对呀。哎，旁边有一个那个小道具。箱子。火箭筒吗？还是什么？哦呦！哦呦！哦，没爆，还没爆。有，应该是有伤害。有炸到，有炸到。有晃到，有叫一声，被地震震到了。嗯。欸，不要用 WSD 啊，右边方向键也比较好用。我啦。要不会，就不会对，就不会因为输入法问题卡到了。嗯。杰克，你要站在这里丢吗？对啊，你要站在这里吗？你可以离开这里。他觉得少他一个人没差吧？他要散弹枪打打中。哇哇哇哇！哇哦！一个自爆！哇哦！哇哦！他真的离开了。好奇，我离开那里。师弟，离开了，离开了。为何想不看？散弹枪靠地板没事。你这句话不管是现实还是游戏，听起来都不太对。不是，反正这样讲，你打地板应该还好吧？应该会反弹之类的吧？对啊。我把地板挖开。哦，桌子越来越满了。你刚刚是叠起来的吗？对哦。不要杀到我，对哦。没有队友，队友这个操控，对不对？很奇怪。